干嘛？什么了？他怎么啦？啊？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打击？怎么了？人呢？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了？爸爸又不让我听。没关系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不可以那么生气，不要用崩溃的。这样子你要贴。他声音特别大声。那是波波的啊。你要跟好好讲，是他的心。那是波波的啊，我们家里有很多啊。哦。不管你分对。波波自己想贴，晨晨有，你家里也很多啊，我们等一下回家贴，我们有好像的。不可以抢波波的贴纸，晨晨，晨晨，那我们要回家咯。晨晨，那是人家的，那是我们要回家咯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家是不是有这个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们家有好多什么苹果的那个啊，你还不是贴在你的书上？那如果别人给你借，你会不会不想借？晨晨，这是谁的？这是我的。你跟波波说这，波波说是他的。那你家的贴，家里是不是有贴纸？我们回家好了，我们回家贴，家里好多。来，过来，我们不要抢。过来，我。